红不要，八角。红难。对了，我明天就要参加广陵学堂副校长的考试了。啊，听说广陵学堂的副校长俸禄很高啊？啊，是吗？有多少？30万。 那不错啊，志州，你加油啊，看好你啊！哦哦，明天就要考试了，你还在这打麻将合适吗？小考试，用不着备考，酒饼。志州，认真点，快去，快去。哦，好吧。后天。 后天干嘛？没事啊。哦，没什么。哦，我们现在三缺一，怎么办？斗地主呀。好呀。哎，我去叫李欣，反正他店里没有生意。别接他，别接他，走。哎呀，我来。 恭喜你荣当年薪30万的新任校长！谢谢啊。怎么啦？我没考上。怎么会？我不光没考上，还把举人的称号也弄丢了。什么？我发挥的很好，是全城最高分，可公布名单的时候却不是我。为什么呀？ 我们上一次把李校本得罪了，我去考试的事被他知道了，他向校长施压，坚决不让我当副校长。我一生气，就把举人的称号也还给官室了。哎，冲动啊！冯娇，哎，冯娇，哎。 你们今天摆的挺漂亮的嘛，你们怎么知道我有好事情要宣布呀？你有什么好事宣布？今天星星答应我跟大老婆离婚了，我就要当新娘了。